今天带大家看一款可遇不可求、不可以赢的火能角头尖。这是你屋外的一个小小工地。在屋内看到的情侣家具，前屋主都可以留给下一个买家哦。你看到厨房部分，这些家私全部都保留得很好。来到楼上的部分，有三个小房间和一个主人房。干净净明亮的风都还可以用哦。它跟一阶一样是走简单风的 minimalist， 全都是白色的橱柜，都干干净净，还保留得很好，都可以继续使用。然后仔细看每个房间都做好文物网和换了大料的玻璃。你的屋子旁边就有这样的公园，一个庭院可以让你开 party。Booking 的好房子一拍很快就出售，更何况是角头间，有兴趣看房，联系我们吧。